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事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，18日进入彰化县，由彰化县长魏明谷带领各界人士在大渡桥头迎接圣驾，并与民众一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大甲妈绕境的活动是世界上三大宗教的一个盛事，那每一年都会经过我们彰化，我们彰化县的县民对大甲妈最热情，那大家都很虔诚来参拜。那这次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希望晚上的时候大家都不要放鞭炮，我们希望整个宗教都能够朝向环保现代化这样的一个领域来迈进，那也希望我们大甲妈祖，尤其是我们对妈祖的信仰，也能够成为国际级的宗教。大甲妈祖銮驾进入彰化县内后，沿途民众虔诚参拜，钻轿底祈求平安顺心。为期9天8夜、全程300余公里的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，带领民众感受台湾宗教盛事现场盛况。公益频道许世昌彰化采访报道。